元1079年，苏东坡因乌台诗案被捕入狱。乌台的黑狱从此成为苏东坡的精神炼狱。在被关押了130天后，苏东坡在漫天风雪中踏上了避贬黄州的路途。11世纪，那个慷慨收留了苏东坡的黄州，是一片萧索之地。连接荒凉黄州与外界的，是一条古老的驿道。黄州虽远，毕竟给了苏东坡一个喘息的机会，让他慢慢适应眼前的黑暗。苏东坡一路风尘，踉踉跄跄的到了黄州。贬官黄州啊，对苏轼打击是最大，因为在这之前他都顺风顺水，没有这样子的遭遇。贬官黄州呢，他就以为这一辈子也就完了。因一时无处落脚，丁慧苑的方丈把一间尘封已久的小屋借给了苏东坡。心魂未定的苏东坡整天闭门不出。苏东坡在写给朋友的信中说，自从被贬到黄州，平生亲友没有人写来一封信，即使我写信给他们也收不到任何回复。深夜梦醒时分，在彻骨的孤寂中，苏东坡写下了一首《卜算子》：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谁见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他有一种事无所归的情绪，无家可归的感觉。黑暗的夜晚，他站在江边望着那滔滔的江水的时候，先生在想什么？定慧院的那个小院里，在海棠树下望着星空的时候，他在思索的什么？他一定在思索这个问题，我怎么搞到这个地方来了？这是为什么？他要回答这个问题。因此，他开始寻找道家和佛家的这个智慧。离定慧院不远，有一座安国寺。住在定慧院的日子里，苏东坡能清楚听到安国寺传来的晨钟暮鼓，于是苏东坡走进了安国寺。此后每隔一两天，苏东坡就去安国寺静坐参禅，他对自己的生命有了深刻的关照与反省。 After the exile, he becomes much more comfortable, less anxious about adversity, trying to understand them, absorb them, and not let them overwhelm your self-existence. Because preserving your self-existence, your sense of self, is what allows you in the end to deal with the whole world. 苏东坡一点点地摆脱了内心的困惑，但生活的困境却对他步步紧逼。他被安置到黄州的话，虽然有一个官职，但是就是挂名而已，没有薪水，没有收入。It was a period of hardship for him because he clearly had very little money and he had to support his family. 此时，苏东坡的家眷已来到黄州与他相聚，为了用有限的积蓄把日子过下去，苏东坡
只能量入为出。是每个月拿出4500钱，分成30串，挂到屋梁上，每天只用150钱。早晨起来，就用一个花叉呀，把那个的拿一串下来，供今天这一天的花销。没有用完的，就把它放到一个竹筒子里面存起来。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官员呢，一个被皇帝啊这个世人都称颂的大学者，落到这样个地步是很痛苦的。所幸苏东坡有一个朋友，他叫马孟德。当苏东坡以戴罪之身避贬黄州，马孟德竟然千里迢迢赶来，与苏东坡同甘共苦。从宋代到现在，假如说他的这个粉丝有成千上万，这个马孟德是第一个头号粉丝。他就出面了，找徐俊友，就是说苏轼家里非常的困难，看能不能给点地他种。徐俊友爽朗的答应下来，就把黄州城内原来的一个军营地50亩废弃了的军营地交给收拾无赏的耕种。马孟德向官府秦岭的这块地，苏东坡一见倾心。这本是一块无名高地，因为它位于城东，苏东坡便以东坡命名。苏轼呢就把这块地呢叫做东坡啊。这个东坡呢实际上也不是他自己的发明，是从白居易那儿来的。白居易在四川中州做官的时候呢，也是在这个东门外有一块地，在那儿种的是花。那苏轼对白居易呢是很仰慕的，所以就把他自己这块地呢起名为东坡，他自己就叫东坡居士。江城地障。2015年5月6日，台湾新北市一座体育馆内，黄梅戏《苏东坡》正在上演。戏台上的演员均来自于湖北省黄梅戏剧院。在台湾演出非常成功，3700座位座无虚席，那掌声那简直是震耳欲聋。因为他们说我们没有看过这样的苏东坡，为了能够让自己活下去，就去劳动，去躬耕。他相反自己不在乎，他乐呵呵的，他认为很快乐，和大家在一块儿，这算不了什么，因为他有理想，他有抱负，他认为这个很快就会过去，他越是这样豁达，这个越是能够打动观众。公元1081年，苏东坡开始了自己的农民生涯。这片荒地布满荆棘瓦砾，苏东坡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烧掉枯草。火在荒原上燃烧起来，荒地上竟然露出一口暗井，那是来自上天的犒赏，灌溉的问题迎刃而解。因为那块地不是什么好地，好地肯定轮不到你来种，那么就在那块地上种什么？种大麦。人是不吃大麦的，酿啤酒是用大麦，是吧？但是当时呢，苏轼就种了个大麦。大麦有个好处，对地的这个伤情啊，要求不高，是吧？这个比较容易这个种植。在农田之外看着农夫啊，觉得是田园景色。自己开垦当过农夫的人知道了，真正在农田里边做事啊，是很辛苦的。苏东坡买来一头牛，还有锄头、镰刀之类的农具，那是一个农民的笔墨纸砚。只是这一次不是为了审美，而是为了求生。当地真正的农夫对苏东坡怀有极大的善意。当苏东坡在田里劳作时，一个农夫跑来告诉他，若想丰收，得让牛羊啃一啃麦苗。如果麦苗长得太好，把肥力拔得太多的话，
第二年那就长不好了。今年呢，应该让牛吃牛踩，把苗压下去。苏轼果然按老奴的话就做了。这是田野上最动人的时刻，苏东坡一家忙着抢收麦子。在这片曾经瓦砾密布的荒野之上，他迎来了第一个麦穗金黄的季节。수동파라고하는그세글자에천년가까운시간동안에사람들한테주는감동의사건은바로황주에서시작이됐거든요그러다보니까당연히거기가제2의출생지이기도하고제2의고향이기도한겁니다在日本大阪市立美术馆，收藏着苏东坡的一幅真迹《李白先师卷》，据传是苏东坡模仿李白诗风所作。この李白先師館というのは台北の故郷博物院の鑑賞場、鑑識場といいますが、それと並ぶ作品になりまして、非常に貴重なものだと思います。与李白相同，苏东坡也被后人称为坡仙。不同的是，苏东坡追求的不是一走了之、飘然成仙，而是用人间的温暖排解心中的苦闷。我们说他带有强烈的人间色彩，他不是这种这个不食人间烟火的人，他走到一个地方，用自己内心的灵性照亮周围，他会去发现乐趣，发现生活。有时，苏东坡干脆跑到田间、水畔、山野、集市，追着农民、渔夫、樵夫、商贩，谈天说笑。苏轼跟他们坐在一块儿瞎聊天，苏轼说：“大家都讲讲故事吧。”这些农民哪有那许多好玩的事情？他讲不出来，讲不出来。苏轼说：“那胡编乱造一个也可以啊，胡编乱造也没有。”他说：“那讲个鬼的故事总可以吧？”也没用。那苏轼说：“行了，既然你讲不出来，那我就给你讲一个吧。”就是他也是在努力的要营造一种氛围，对吧？能够让自己活得轻松一点。中国古代文人士大夫讲求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苏东坡却形容自己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碑田院乞儿。皇帝他可以陪，普通的百姓、农民甚至乞丐他也不见外，也可以平等交往。在他的眼里，天下无一个不是好人，那是真正的对人的大爱。在苏东坡生活的时代，官府禁止私宰耕牛，严禁半夜十二点以后进城，苏东坡却不拘礼法规矩，与黄州的朋友们屡屡犯禁。苏轼这个一到晚上跑到城外头啊，在他那个东坡喝酒，喝到一半的时候啊，没得吃，是吧？有个小伙子，他们家那牛啊生病，回去把那牛给宰了，宰了然后弄烤肉吃，喝得酩酊大醉，然后那城门都关了门了，回不来了怎么办呢？这翻墙，半夜爬墙回来。啊，苏轼如果在开封，他是不会做这样的事情。在黄州，他就是把自己变成一农民，也犯很多小错误，这些都是他努力的要把自己融入当地人的生活，只有这样才能真正的拯救自己。而不是把自己和这些老百姓割裂开来。这是黄冈齐亭杏花村，在今天，这里仍然保留着几许古意。在苏东坡谪居黄州时，他的老朋友陈造就隐居在这里。就是那陈公弼的儿子，苏轼跟他老爸合不来，但是跟陈造是很投脾气。谪居黄州的五年间，苏东坡经常到陈造家中做客。他到陈造家里去，俩人就是聊佛法，谈空说有，夜不眠啊，一宿一宿不睡觉啊。突然，他老婆断喝一声：“还不睡觉啊？”深更半夜的一声暴喝。平时，男子汉大丈夫，
啊，谈玄谈佛，意气风发。突然老婆喊了一声：“这个河东狮子吼！”所以当时拐杖都可以，落到地上，然后俩眼茫然，写的这种可笑，这是好朋友之间的一个调侃。这是个很著名的故事。我们现在有个成语，叫河东狮吼。我常常跟朋友讲，我如果要去旅行呢，我不要跟李白去，他这个人不负责任，啊，没有现实感。跟这个杜甫在一起呢，他太苦哈哈了，恐怕太严肃。哎，可是苏东坡他就好，他可以做一个很好的朋友，他真是一个也很有趣的人。使劲的按，从上开，做好了一个。黄州安国寺里，厨师张斌正在教寺里的师傅做一道经典小吃——东坡饼。你看这个饼做出来以后，它有那个网式状的，炸出来以后它有一种花状的形状。在今天，东坡饼美味的秘诀在于细致入微的制作工序，而在900多年前，东坡饼的诞生源于一个无心之举。苏轼啊，经常跟那个寂寥和尚啊下棋。有一次呢，下棋下得很晚了，苏轼的叫肚子饿了，他就问那个寂寥和尚啊：“大师啊，你有什么吃的给我吃一点吧，我肚子饿了。”大师就把叫一个小和尚过来。那个小和尚啊，跑到柜子门里打开一看，里面有碗的剩面条，水都干了。那么小和尚呢，就把那个干了的剩面放在那个小麻油里面，灶堂里面就烧上火。月色沉沉，负责做面的小和尚不由自主地打起了盹。当饥肠辘辘的苏东坡忍不住到厨房一探究竟时，锅里的干面已炸成糊状。惊醒的小和尚惴惴不安，苏东坡却饶有兴趣地品尝着这块糊掉的面饼。苏东坡一吃，哎呀，这个东西挺好吃，颜色是金黄色的哈，然后吃的口呢，口感也很好，这酥脆酥脆的。吃完之后，到街上一个糕点作坊里跟那个老板一说，作坊那个老板呢就按照这个办法来做，因为这个饼呢是苏东坡给他交流出来的一个事情，就命名为东坡饼。现在的东坡饼就这么来的。东坡饼这个因陋就简的美食发明，慰藉了当时身处困顿的苏东坡，身处逆境中却始终能将贫困的生活过得生趣盎然。苏东坡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可却是做得最淋漓尽致的那个。这是一个非常感人的，并不是说自己处在一个逆境当中自己就会变成一个灰心丧气的人，而是用自己的一个逆境给文明创造了一笔财富。 When he was exiled to Huangzhou, this was a huge step backward for him, but somehow he managed, because of his temperament and personality, he managed to not become bitter and to use this exile opportunityas a way to explore new modes of writing about himself, new modes of thinking about himself, and he really became a different person. He became Dong Po, which he had not been before. 日暮时分，劳作归来，过城门时，守城士卒都知道这位老农是一个大诗人，但不知道他为何沦落至此，有时候还会拿他开几句玩笑。苏东坡总是泰然处之，笑而不语。他是在酒店里边碰上一个醉汉吧，撞倒了他也不道歉，态度也不客气，这个是苏轼前所未有的经历。碰上这么一个事情，苏轼一开始觉得还有点受不了，但实际上后来突然想明白了，哦，我的人生开始了一个新的这种境遇，我也乐得接受这种平凡生活，这也就是苏轼这种啊人间的这种真仙，能上能下的人。我做个不被人知的人，我也做出一番境界来，我乐得一个逍遥。此时的苏东坡，
渐渐远离忧愤，早年作品中的讽刺与愤怒，慢慢地转化为人性中的宽容和温暖。那是一种能够笑纳一切的达观。If you look at what he wrote before Huangzhou, it's brilliant and it's witty, and there's no doubt about the talent that it shows. But he hadn't fully matured as a person, as a poet, as a philosopher. So I think Huangzhou is absolutely essential to his development as a writer. 城外的那片东坡毕竟是官邸，不久后官府可能就要收回。为了一家人的温饱，苏东坡决定前往沙湖购买一块属于自己的土地。每天的时候经过什么地方啊？经沙湖，走到半道了，下雨了，沙湖头中遇雨。突然到来的暴雨从天而降，人们轻呼着躲避，只有苏东坡没有闪躲。斗笠给他所有都前面拿走了，同行的人都感觉他下雨好狼狈，雨都不觉，我都不觉得这个雨还下得没关系。对大自然的变换不怎么在乎的，很淡定。那这种境界就是苏东坡呢，他非常潇洒的一面。没过多久，雨停了。就在这急剧变化的阴晴里，刚刚浇成落汤鸡的苏东坡，口中悠然地吟出一阙《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我把这首词当作苏东坡在黄州五年间他的自我突围的一个政治宣言。他先言告诉世人，我自我突破出来了，自我超越，才有后面那些井喷式的这种艺术成果。这真是奇迹，真是神话。世事的风雨沧桑，草木的万千变化，都被收纳进苏东坡的生命里。假若他不曾遭遇乌台诗案，假若他不曾躬耕东坡，心境必然大大不同。不经历那些痛苦与折磨，他不会知道，也无风雨也无晴，竟是让人喜悦。